要多少份？哪里？三个三块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那不够。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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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份，你想份？两份。嗯，你吃那么多饭呢？你怎么吃那么多？不是，哪里？不是两份吗？哪里？这样可以吗？哪里？两份啊。你好，请说普通话。他们听不懂的，我也听不懂。哪里？两份嘛。你是一个人吃？这两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同学。有俩里，然后是什么菜？嗨，野鹅。第几个？这个你点一下。你说什么？野鹅。野什么？你就勺子，他如果听不懂，勺子点一下。